如说我被提了很多黑的部分，大家说我有强调的问题，我所说的一个都不是放过。或者是欣然接受的，当然也会被打击到，因为毕竟自己是为了是很想要真实的去还原现场的一些情绪给观众看。我其实还蛮喜欢，不管是正义也好，负评也好，就大家去说。我最喜欢的是跟父母聊，打打游戏。打游戏有时候选错游戏会变得更焦躁一点。我也没骑过马，我也没驾过马车。与其说是酷旅，我以前这些是发苦。这是我第一部男主，然后也是我第一个古装剧，我会是比较全部一点。因为我现在属于新人阶段嘛，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来敲你，然后你必须要马上做决定。我很想就是看完全部的剧本，然后做决定，但其实机会没在等。我觉得很好玩，我甚至想要多看一些奇怪怪的东西。这又是创作，对，艺术。像我就会想象我自己如果哪一天变大肌肉，像傅孟柏一样，大肌肉男。